吃水果不想花钱，男子连偷11次被逮。哎，王太太，我跟你说，隔壁那个卢先生偷人家的水果被抓了。水果？为什么不用买的？偷来的比较好吃吗？哪知道，他就一大早看到货运行卸下整箱水果，就在全联门口顺手牵水果啊。他偷了哪些啊？香蕉，还有苹果、木瓜、番茄啊。听说还每天偷拿，连偷了11次呢。啊，是怎么被发现的？就店长觉得水果变少啊，埋伏抓到他，他竟然跟店长说他爱吃水果，但是不想花钱买。哎呦，水果多少钱？干嘛偷？是想说整箱的可以挑吗？为何啦？他还想说每天偷一点，不会被发现，还不是被抓到？坏事不可做啦。